乔杉 A382 好时光按摩椅维修，拆按摩机新马达组。吸尘清洁，拆卸机芯，更换机芯马达组，机芯润滑保养。机芯维修前一阴，全机润滑保养，启动测试，一音排除了。脚部清洁保养，装回耐磨布，更换手部气带，完工测试，组装并在清洁擦拭。教导客户使用，急需注意部分。那你也可以按单独按这个，好，好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好，然后这个也可以单独脚可以放下来，好，如果像你个子比较高，好，你躺下去之后你觉得脚不够，好，你也可以放下来一点，就不用伸那么高。那如果个子矮的，或者说你想要脚抬高一点点的话，你就单独调脚，好，可以把它调最高，所以它。你这台姿势最多就这样了，那再按一下，好，它就坐回来了，对，好，然后这样关掉就可以了。江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